经过不懈努力，公公也终于是把这个号打上无敌战神了。现在我们换一个号继续冲刺无敌战神，这个号现在的段位是王牌十一星，也就是王牌金星，距离无敌战神还差六七百分。而且这期素材也不是来源于公公，是来源于诚意。公公的游戏我们都已经看了将近两个月了，稍微换下口味，不想换口味的可以自己去看公公直播。现在我们来看诚意这局游戏打得怎么样。诚意这个人是真的有趣，出场自带 BGM。这把星球园林感觉跳的人有点不少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差不多有十个左右。而且感觉诚意飞伞飞得好像有点慢，不会落地成盒吧？还行，也算是顺利着陆。看一下这把诚意能在星球园林杀几个。近点好像跳人了，听到降落伞的声音，别贪枪。人在下面的屋子里，暂时对诚意构不成什么威胁，发育一下。看到一个，不错不错，一杀到手。哇，周围脚步好多，先打哪一个？漂亮，二杀。又有脚步，哇哇哇哇哇，房顶还有人，继续点。这个人不漏那怎么办？这个人跑过来了，看着他是想和诚意 battle 啊。怎么说，只见诚意从背包里掏出来一颗跟糖果一样的手雷，准备炸他，能炸死他不啊？nice。 哎呀，怎么没死啊？我以为能炸死的，好尴尬呀。不过没事啊，还有一条命呢。第二条命先空一辆车，现在是一级头一级甲160发子弹的 AK， 这装备可该怎么打呀？哦呦呦呦，怎么身后跟了一辆白色轿车呀？什么意思啊？在这里看一下他什么意思，要是他敢追那就在这里反打。还真追呀，这小子反应还挺快。他起烟了，快走快走，没子弹了没子弹了，离走离走，反正得表示一下自己的强硬态度，要不然还真有可能会被这个白色轿车当成软柿子给捏了。太难受了，没有地方发育，只能来填死人盒子了。哇哇，身后有飞机的声音，快走快走。天哪，还好反应够快，要不然这一波可能就没了。前有狼后有虎，这可咋整？先把 UZI 换上子弹，要是他真的敢莽过来的话那也不虚。先缠个绷带，尽可能的回复一下自己的状态，回复好之后赶紧走，去找个地方发育一下，或者说捡个空投也行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怎么回事，怎么还追呀？这个人枪法真的好牛啊，在空中换位射击都把诚意扫的大惨。诚意也太惨了吧，怎么大半局游戏都在逃难呀？跑了好久终于是把这个飞机给他甩开了，现在补一下状态，待会还要想办法去哪发育一下，这装备打架也不行啊。有空投可以捡，希望不会有人来抢。看一下空投里有什么，哎呀，怎么是一把大狙呀？要是一把连发步枪就好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拿上拿上。太穷了，要是这个野区没人的话，就把这个野区搜一下。虽然有点穷。不是老刘，狗飞伞，把他杀掉。肥了肥了，这下可算是肥了。哎呀，他怎么这么穷啊？他怎么也这么穷啊？把他的 SLK 换上，然后去找人杀。
程一可是一个非常喜欢在野区乱逛的人。这个蹦蹦，哎，老六 ，nice 撞死。这个盒子不太好舔，因为它位置不太好，能被防区打到也能被山打到，所以说这个盒子还是不舔为好，就算再穷也不能舔，舔的是会死人的。继续去找人，这个山头会不会有人？哎，有车标，下边是有人吗？一狙，帅气，肥了肥了。哎，这个人这是什么装备啊？大菠萝配一把 MK200M4， 有这么难捡吗？哎呀，这真的是人倒霉喝凉水都塞呀。这程昱怎么还手误干了一下自己的蹦蹦后轮呀？恭喜您成为尊贵的路特斯车主，愿翱翔之风成为您超越极速的翅膀，一往无前挑战更高的辉煌。不得不说号主真有钱，这段话是我第一次听到。白色的全是第三个圈，场上还有17名敌人，圈点大，人有点少，而且也比较难找，所以说只能找个地方苟一苟，等圈缩小了再说。要来车了，他上来吗？上来了，喷中一枪但没喷死。哎呦，房区有人，狙没狙中，再来一狙，完了，人被厕所的人打死了。去找他，这个厕所的人敢有点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程昱怎么不去找这个人的麻烦？好家伙，不去找房区的麻烦，结果房区还扫了程昱一枪头，这能忍吗？以前程昱可是不忍的，现在怎么忍了？来车了，上来车了，开的是旅行车，狙没中，敌人直接跳车，这么慌张的吗？再狙还是没中，他又想开车跑，狙中了，呵呵，好可爱。又来辆车，狙，搞不死他，不知道这个旅行车的人自救起来没有？自救起来了，再狙，帅气。哎，这个旅行车啥意思？刚才没狙死他，他自己起来了是不？太皮了，非要送死。我以为程昱会把大狙扔了换成 M4， 没想到竟然是把喷子扔了换成 M4。看这玩大狙是玩上瘾了。现在场上还有8名敌人，也不知道这把程昱能吃到几步。这个位置不在圈，需要开车进圈。防区的人还在呢，兜兜转转的又回到了原位，没想到原位竟然有人。哎呀，咬到嘴了。低打高不太好打呀，转一下。先把旁边这个人给他解决掉。那个蓝蹦子感觉有点似曾相识。哎，你们听，你们听，身后是不是有辆蹦蹦一直在跟着程昱？哦，没有没有，车上停了，这里还有个人，这里有两个人，快抢人头，先抢人头！没想到程昱全都要啊！哎呦，开了吧，我怎么啥都没见呀？右侧山头有人，穿着小丑鱼 ，nice。有还有人，人头要被抢，赶紧换个位置补人头。现在还有最后的两个人，换下子弹，探头腰射，成功带走。还有最后一个敌人，最后一个敌人在哪呢？
怪不得公公这么喜欢打独家岛，感觉过段时间陈毅可能也要去打独家岛了。